我歌唱，牵着手在我的心中，还有个相偎不来的地方。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太荣幸了，终于来到五月天的演唱会。因为我自己也很一直从小很就是崇拜五月天，然后也是听着五月天的音乐，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五月天的音乐是我成长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它有一种我在看着五月天成长，五月天也陪伴了我成长，这种感觉。掌声鼓励。但是我要问你，你刚才讲第一句说你从小看着五月天怎么样？一起看的，紧张吗？然后呢，好像，你想不想赶快也回到鸟巢来唱歌给大家听啊？哦，这个我，对，因为今年是我的10周年，我们有在计划说，我们的下半年的巡演可能会来再次回到鸟巢，来开演唱会。掌声鼓励。